诸位同学，我们继续看下面经文。所持世界第十八层，此上过佛刹微尘俗世界，由世界名珍珠华藏，佛号法界宝光明不可思议会。佛的名号有十个字，世界的名号不可思议，不知道这一段具足的经文是不是也有一句纯义清净啊？因为从佛的德号啊，跟世界名号啊，很有这个意思。珍珠是宝啊，珍珠华藏，简单的讲就是宝藏啊！啊，什么是宝？自信是宝啊！自信能现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所现，凡是与自性相应的，这才是真正的宝。珍珠我们晓得，那一颗一颗的很多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许多这个首饰店里头，珍珠项链，珍珠穿起来做成花，过去珍珠穿起来的宝冠帽子啊，以前帝王皇后啊穿的有珍珠穿的鞋子，珍珠穿的衣服我们从这些地方就明了了，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果与信德相应，那就是珍珠华藏啊。啊，一个念头，一句话，一举手，一抬头，与信德相应，就像一粒珍珠啊。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字字珠玑啊，字字都像珍珠一样啊，一句那就是一串啊。要与信德相应，那个与信德相违背的呢，那就是烦恼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烦恼啊，那是罪业
这个是世界名号里面的含义。再再启示我们要与心得相应，不能与烦恼相应。烦恼习气要断除啊，珍珠华藏才能现前啊！啊，珍珠华藏是果，具体落实而言，什么是珍珠珍宝呢？跟诸位说，摄善是珍珠，五戒是珍珠，儒家教学的《弟子规》是珍珠，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从心得里头流露出来的。我们要真学，今天中国有同学打电话给我啊，他们也都很用功在念佛，问我有没有话给大家讲，我就告诉他，最重要的无戒十善，诵经念佛很好啊，很难得了，无戒十善更重要啊。古大德教导我们持戒念佛，为什么要修无戒十善呢？取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格，弥陀经上讲得很好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皆是住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要不善，佛号念得再多啊，经念得再多，这个心行不善呢，还是去不了。那个地方都是上善之人啊，我们心行不善，到那个地方不是把人家和善的团体给搞乱了吗？阿弥陀佛有智慧啊，怎么肯戒引一个捣乱的人啊，破坏团体的人到极乐世界来？不可能啊。我们诵经念佛跟阿弥陀佛有感应呢，阿弥陀佛来看看你心行善不善，你要不善呢，慢慢等吧。虽有感应，佛不会来见你，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我们断恶修善，啊，断哪个恶呢？断食恶，身断杀盗淫，口要断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意要断贪嗔痴，断恶。食恶翻过来就是食善了，身不杀不盗不淫，口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不恶口，恶口是说话粗鲁，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心里头不贪不嗔不痴，十善断食恶修十善了，要把自己修成善人，不但要善，要把标准定到上善。什么是上善呢？十善业道这经上讲的，我们的心善、思想善、行为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你就是上善了，这样诵经念佛肯定往生了，古德教我们持戒念佛意思在此地，不能疏忽，不能大意，机会千载难逢啊！佛在经上讲的，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呐。开经偈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彭济清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我们今天遇到了，何等的幸运，如果粗心大意把这样好的机缘当面错过，遗憾不遗憾呢？我劝导大家，绝对没有什么玄妙高深，没有。我劝大家是很浅显，容易学习，希望我们要认真努力，佛的德号与世界名号相应，佛在此地教学的宗旨就是名号啊，法界宝光明啊，不可思议慧也，法界宝光明
是全知，不可思议会是实知，以究竟圆满的智慧来教化众生。啊，不可思议，思是思维，意是议论言说。换句话说，不但说不出，连思想都达不到，不能说，不能想。这个心纯以清净，纯以清净心里头有思有想，就把你的纯以清净心破坏了。把真实智慧呀，就是自信本具般若智慧呀，变成了无明啊。法界宝光明，这是有思有意。有思有意不是佛又起了念头了，又起心动念了，不是的。佛是感应，众生有感，佛则有应。众生有思，佛用思来感；众生有意，佛就用意来应。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了。众生的感是有思有意，佛的应呢，无思无意，妙不可言。往往众生的感呢是从情识，而佛的应呢是发心，发而如是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佛在大乘经上说，他没说一个字，真的一点没错。一个字没说，说了四十九年，后人把它记录下来，有那么庞大的经卷，怎么是没说呢？真的没说，完全是应众生之感，从法性里面自然的流露，确确实实没说一个字。这个话懂的人不多啊。如果说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了四十九年法了，很辛苦啊，不容易啊，我们大家都鼓手赞成，很难得。那随顺凡夫说呢，凡夫懂啊，要就如来境界上说了，凡夫不懂，听起来就莫名其妙啊。所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包括大阿罗汉们，应化在世间，我们从凡夫的话来说吧，他们的思想
见解、言语、动作，都是法界宝光明。虽然做如是的示现，这个世界人呢，识货的人不多。就像那些珠宝，鉴别珠宝，那个珠宝哪是真的，哪是假的，有能力鉴别的人不多啊。我们看到许多开珠宝行、做珠宝生意的，还常常被人欺骗呢。拿假的误以为是真的。我们佛门里面也有一些很有福报的法师收藏珠宝古董，喜欢搞这些。我也见过两位到晚年他也觉悟了看看自己身体不好，寿命也快到了一生收藏这个东西这怎么办呢想想也很难得，捐献给国家给国家的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接收之后告诉他，法师啊，你收藏这个东西都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一盆凉水浇在头上啊，法师大失所望。原来一生被人骗了。毕竟法师不是开珠宝行业的，不是真正有鉴别能力。那么我们想想，这世间人喜欢玩珠宝而被人欺骗的，我们想是大有人在呀。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珠宝不是这些物质，称心心性称心真的是宝所以佛家讲宝有三大类信德至宝，信德无量无边呢，可以把它分成三大类这三大类就是觉真净叫三宝觉是佛宝，正是法宝，净是僧宝所以我们常讲佛法僧三宝那么这个说法说得很普遍，真正的意思很少人懂所以社会上知识分子他不理解他看你把佛法僧当作三宝佛什么佛像，法是经书，僧是出家人，把这个当作珍宝，他们不同意，他们不能接受说你们搞迷信的你们搞的是迷信崇拜禅宗
六祖坛经里面就讲得很明白。啊，六祖讲三宝，就不说佛法僧了，他讲觉真经。啊，我学佛，第一本看的经。啊，那时候还谈不上学佛，那就头一本看得经，啊，因为还没有遇到张家大师，啊，也没有遇到方先生，啊，这都在前，啊，看一本《坛经》呢，丁佛宝居士的前注，啊，我记得。我是在度假的时候，啊，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啊，去看朋友，啊，朋友家里的那个他也不是信佛，哎，他书架上书很多，我看到这一本线装书，看得很生欢喜，就拿来看，好像一个星期把它读完，连注解一起读完。我这个印象很深，啊，他讲觉真经啊，讲皈依，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啊，然后注解加注解，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这个说法，哎，听起来不迷信啊！觉真经叫三宝啊！到以后我学佛之后啊，才逐渐真的明白了，觉真经要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叫三宝，如果。不是从自性里头，那不叫三宝啊！所以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思想、见解、言语、造作与性德相应，这是宝啊！这三类与性德不相应呢，是烦恼。那哪里是宝啊？啊，不是说于烦恼障，就是说于所知障。啊，那这个德号里头最难的，不可思议会。啊，这一句是最难懂。如果我们讲《般若经》上讲的全舍二智，法界宝光明啊，全智，不可思议慧呀，实智，不可思议慧是自受用。法界宝光明是他受用，啊，那么这个说法呢，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十九层，此上故佛刹微尘数世界。由世界名地舍须弥狮子座，佛号胜烈光啊！这个世界的名号啊比较长，都从比喻上来说的。地舍
是忉利天主，他的意思是能忍呐，所以第十天呢，在佛经从意思上的翻译叫能天主。我们中国这样的方法啊，实际上呢，因为中国人喜欢简单啊，意思对现代人来讲不太明显啊，应该怎么翻呢？要把它翻圆满，是这个释迦了，是释迦了，能忍呢？换一句话是，仁慈的天主啊！地舍天王啊，很慈悲耶，仁慈博爱。这是第十天王啊，须弥意思是妙高啊，狮子座是诸佛如来说法的宝座，这个世界是佛菩萨设法的宝座啊，设些什么法呢？妙高的仁慈博爱，我这么一讲呢，大家就很好懂了啊。这个地舍的意思，仁慈博爱，须弥是妙高啊！妙高的仁慈博爱，在这个法座上宣言啊，这个法座叫世界佛的德号。神烈光这三个字是从法上讲的，神是殊胜的，烈是能力，光是智慧光明，这三个字是佛在这个世界教化众生啊，佛的名号代表此时此处教学的宗旨纲领啊。那么这三个字实在就是三德密藏啊，光、般若、智慧呀，力是德能啊，甚是相好啊。我们常常讲，佛果地上的大圆满啊，这个大圆满呢，不外乎这个三大类。智慧德能相好，华严经上出现品上给我们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那么佛在这里教化众生呢，就是用这三个智慧德相。光是智慧，力是德，甚是相，殊胜的相好啊，一真庄严呐、啊，殊胜呐、啊。那个力简单的讲呢，如来果地上十力啊，这常常讲的了，十力四无为，十八不共法啊，这都是如来果地上大德大能啊，德能啊，菩萨比不上的啊。那我们晓得如来世尊在此时此处教化众生所实现的无量的智慧、无量的才艺啊，又有无量的福报啊。相好是福报啊！我们想想，这个世界众生亲近如来，肯定对佛仰慕到五体投地啊！心服口服，欢欢喜喜向佛学习，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啊！为什么呢？我们发心做佛的弟子，希望也能够弘法利生，希望也能像祖师大德、诸菩萨了一样的成绩，那你要没有这个形象，你如何摄受众生？智慧的能相好都要在这个身体，在这个面孔当中表现出来呀、啊！这是真实的，不是假装的啊！凡是装模作样的，不会多久啊就被人吃穿了，拆穿之后一文不值啊！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所以我常常提醒同学们，形象太重要了啊！诸佛菩萨给一切众生的形象，我们想想看，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殊胜。我们今天给这个世间、给社会大众是什么印象？啊，我们的形象叫社会大众看到了，接触到了，对佛法产生怀疑，对圣教发生误会。想想看，什么原因？
我们的形象不如法了。我们现在像愚痴、无能、丑陋啊，你怎么能摄受众生？啊，是没有错，我们到这个世间来，业报来而来的，业力主宰的，啊，确确实实是没有智慧，没有能力。啊，没有像好庄严的，但是学佛之后要修啊。阿难尊者看到释迦牟尼佛，啊，看到他这个智慧德能相好，他心里想啊，这不是父母所生的，啊，怎么来的呢？他修来的，所以阿难也要想像他大哥一样，这样发心出家。他发心出家是修这个形象，形象太好了。这就因地不真，古照愚虚，遭摩登千女之难。啊，他是被释迦牟尼佛的形象戒引入佛门，我们不能不晓得。佛号简简单单三个字，意味深长啊，深广无际呀！啊，我们要知道学习，啊，特别要注重啊形象。要真正做佛菩萨的代表啊。再看最后一段，此上过佛刹微尘俗世界，由世界名无边宝普照。这一段说的详细一点，七形四方，这个世界的形状啊，是个方形的，不是圆形的。一花林海住啊，啊，这个花林海表法的，一定要晓得啊，一菩萨。六度樱花之林海而出，普喻无边色摩尼王帝王而复其上。这是这个世界上空的庄严。有二十佛刹微尘俗世界围绕，这是第二十层佛刹了，所以围绕的周边围绕的世界有二十佛刹微尘俗，纯以清净佛号遍照世间最深音，这一段我们还就名号来学习啊。每一段里头，名号最重要了。世界名无边宝普照啊，我想长时间没有间断的
在一起学习华严经，这样的名号一看就明了了。无边宝，这个宝是法宝啊。法宝不一定是经书啊。现在提起法宝，诸位都想起经书，你领悟啊，这个范围啊非常自小，所以你很难得佛法的受用啊。法是指什么呢？事出世间一切法。才真正叫无量无边呐！起一个念头就是业法了，一举头、一抬手都是业法了。所以，法是宇宙之间。一切事，一切物，一切理，一切现象，一切因果，总代名词。宇宙之间一切的一切都称之为法。那法宝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切法都与性德相应，那就是宝。如果与性德相违背，那就是无明，就是烦恼，就是习气，就是染污，就不叫做宝了。这个世界是无量宝普照，普照不单是智慧，而且是包括了德能相好。一一法都与性德相应，所以光明普照啊！你想这个世界多美好啊，跟华藏、跟极乐，真的没有两样啊！所以经文后面有纯一清净啊，再看佛的德号，遍照世间最深音啊，最深音，我们就晓得佛在这个世界，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一样，以音声做佛事啊。为大众讲经说法，听众了不起啊！听的人呢，都能够信受奉行，都能够开解彻悟，入佛境界。所以那个世界的名字才叫无量宝普照啊。
世界有这么好的名称，佛力加持啊！啊，佛号这个遍照就是加持啊，遍照世界呢。佛的智慧，佛的德能，佛的相好，都从因身上显示出来，最甚因的。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世界众生啊，那就像大乘经上常说的，根熟众生。根熟的众生与这个世界有缘，与这个世界里的众生有缘，又与这一尊佛有缘，他自然就来生了。我们凡夫不可能去，为什么呢？没听说过这个世界，阿赖耶识里头没印象，今天都华严了才听说，有那么一点种子了，是不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我们又看到这个文字啊，经文呐，也立眼根，也立耳根。阿赖耶里头有这个种子了，但这个种子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种子相比，那极乐世界这个种子殊胜。为什么？听得太多了，念得太多了，想得太多了，强者先亲啊！我们将来到哪一个佛世界去呢？肯定啊，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阿赖耶识的种子多，它有力量啊！先到极乐世界，那么无边宝普照世界我们会不会去呢？肯定会去。为什么呢？借了缘，今天在这里念这个名号，念佛的名号，就跟他结了缘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古大德常说，就是往生到一切诸佛刹土。无量寿经、观经、弥陀经上都说啊，极乐国的菩萨下下品往生也是菩萨了啊，不但是菩萨了，我跟诸位介绍这个五经一论，我说得很明白，说得很肯定，都是普贤菩萨，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你看《无量寿经》第一句，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道啊！所以极乐世界是究竟圆满的华严世界，彭吉清居士讲的一点都不错啊！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啊，华严就是大本无量寿经啊！啊，所以生到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的人，弥陀弟子，十方诸佛如来
听说弥陀弟子，见到弥陀弟子特别招待啊。为什么呢？所有一切的诸佛如来都尊敬阿弥陀佛，尊称他为佛中之王，光中极尊。这弥陀弟子来了特别优待啊。所以你想到哪一尊佛世界，念头才一动啊，你的身体已经到了。上供诸佛，下供菩萨了，听经闻法了，这个日子都快乐。一定要去，现在时间到了。